我是 Jessie， 趁着月黑风高，我带领小队潜入了这片冰雪大陆。然而却万万没想到，刚一落地就遭遇伏击，四号不幸遇难，无奈的我们只能边打边退，来到了这片密林之中。咦，山下有车声，蓝色轿车，没错，这一定就是刚才伏击我们的对手，他们追上来了。停车了，好机会，胆敢杀害我的队友，下面就抄你后路，给你家后院放把火。就在前面，干掉一个。哎呀，好吧，一命换一命，就算被淘汰那也够本了。咦，三号正在吸引火力，应该还有机会。终于安全了，刚才还真是好险，让人捏了一把冷汗。奇怪，三号怎么倒了？一号，你拉起三号，我来负责掩护。远处有个小黑点，哼，想要瞒过我雌鹰一般的双眼，做梦。成功击倒。山坡上还有人，这枚燃烧瓶免费送给你。糟糕，三号又倒了。天哪，一号竟然也倒了，看来对面是位高手。上面有脚步声，对方攻过来了。哼，想玩天位飞仙，小心脸先着地，大仇得报。打扫完战场，我们开车前往安全区。战场之上还剩30余名对手，是时候去寻一寻他们的晦气了。看到一个，吃我一撞。不好，有人偷袭。没错，就在285方向，发现目标，乖乖躺下吧。就是现在，一号三号我们一起冲。什么情况？三号被击倒了，毒圈刷过来了，我来拉三号，一号你顶住，千万别冲动。嗯？窗外有人，成功击倒。哎，今天的运气似乎有点特别，怎么老是一命换一命的节奏？幸好我刚刚拉起了三号。附近还有枪声，身处毒圈不宜硬刚，是时候战略性转移了。眼前的房区位于安全区之内，貌似没有什么动静，过去看上一看吧。不好，有枪声，一号被击倒。糟了，他被淘汰了，该死的偷袭者，下手如此狠毒，竟连一丝救援的机会都不留，下面定要让你血债血偿。脚步声就在对面的房子里，听声音至少有三个。三号，你绕背面，我攻正面，一起给他们包顿饺子。楼梯中间有动静，看到了，先跟你收点利息。打药的声音，趁你病要你命，成功击倒。咦，三号上房了，好机会，让我们里应外合。奇怪，人呢？不好，手雷的声音，好阴险的对手，前面有枪声，糟了，三号被击倒，跟你拼了，击杀淘汰。一时疏忽，三号竟然也惨遭毒手，不把你们干掉，我接喜网成狂战士。击倒一个，此时对方仅剩一人，按照常理判断，对方肯定要拉起队友，就是现在，成功团灭。好有钱的对手，这下可发财了。 M24 归我了。不好，毒圈刷过来了，好疼。没事的没事的，空手跑毒应该还有机会。哎呀，哎，只差3-5步而已，万万没想到刚刚解决掉对手却又是以命换命。不过能为队友报仇，这一切都值了。我是 Jessie， 我还会再回来的。